大海正在退潮，带上我的小夹子，小凯妹快上车 ，Go Go！ 好大一只梭子蟹，来吧！抓住了命运小手啊，我看你往哪跑啊！哎，有的时候啊，石头底下也有惊喜，你看这什么八爪鱼。好大一只啊！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个什么生物的吗？嘿嘿，看看啊，知道的在评论区打上。又来个大家伙啊，月亮贝啊！来看看这个头，哇，超级大！这儿还有个带角的海螺壳呀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都是什么情况啊？鲍鱼也都成双成对了哈，那正好，一起带走吧。快看，有情况！哎。自己跑出来了，哇，这也太主动了。这个就是古船里面的样子呀，密密麻麻的。来看看外面啊，锈迹斑斑呀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